级汽车。梦想狂欢记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咪，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哪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大怪兽，来和我战斗吧。啦啦啦，我晒掉我的垃圾车。小心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。这是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阿力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力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阿力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心。库洛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。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飞呀飞呀，嘟嘟嘟梦想梦想，嘟嘟嘟张开翅膀，嘟嘟嘟飞上云朵，飞呀飞呀我来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太危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咩咩咩，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。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跳呀跳。小心喷火车。
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哈哈哈哈！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，消灭它！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！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激怒围城。要迟到了，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。
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积木积木全清理，汽车汽车快通行，走去抓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框框框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不想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。我宣布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
别担心，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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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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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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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花火车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，大树，大树。不断倒下，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寻找大怪兽。哎，妮娜，你在排队买什么呢？是最近新出的怪兽漫画书哦，我听说非常好看。雷克警长，你要不要也买一本呀？人太多了，我先去巡逻，一会儿再来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，嘟嘟车们？我们发现了一个怪兽。怪兽？你们说的怪兽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漫画，你们一定是产生幻觉了。不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怪兽。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了怪兽？带我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雷克警长，我们就是在这里看到了怪兽。没错没错，这是他留下的大脚印。看来真的有怪兽。呼叫指挥中心，
为了活，开心活。城市里好像出现了怪兽。啊，怪兽？没错，我必须马上升级去调查真相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花园里面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脚印。地上脚印一排排，样子样子很奇怪，走过去又走过来，消失在花园外。怪兽怪兽躲在那，开雷达滴滴呜，大街小巷找一找，哦，发现大脑袋。是怪兽，我看见它了。一起抓捕大怪兽，速度速度要加快，左边右边来包围，我们要把你打败。是猪的。怪脚力和大脑袋，原来只是个意外，真相真相一揭开，哦，怪兽不存在。原来没有怪兽啊。朱大叔，真是抱歉，我们差点把你当成了怪兽。不要紧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打扮成怪兽的样子呢？哦，对了，我是为了宣传这本漫画书。我听妮娜说，它非常受欢迎。没错，如果你们也喜欢，这几本就送给你们吧。哇！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！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火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，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。
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。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我狙击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的圈子里祈祷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，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。向前冲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砰砰爆米花，啊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。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波波小心，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速强有力，爆米花边呀边满天飞，左边飞右边飞，飞呀飞呀，消防车打水泡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，他们有爆米花了，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，放心，有我在呢，收割机咔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收割交给我，收割机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，大玉米小玉米全部都采摘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别想跑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，哈哈哈哈，危险的兔子车，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，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，哈哈哈哈，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，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，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，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，试试这个，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，不进车滴滴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，抓到了，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拿到水泡砰砰砰，抓中了，受伤了别害怕，救护车最有办法，围着你完成救护，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，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别管，看我的，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，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，加油，兔子车鬼子侠，从不见了，救护车会来到，轻轻松松全找到，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吧，喂，集
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哼，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